兄弟姊妹平安，让咱大家人啊，对前后左右一下手一下好无？啊，互相拍一下平安，吼、啊，互相招呼一下，啊，前后左右咱小看一下，啊，拍一下招呼。啊，这个、世界真正是多灾多难，活着无容易啊。上主要说，跟咱讲这个、世界有苦难，啊，咱真正是会体会到。咱即时阵啊，用即、这个迄、那个摄影镜头啊，咱来给小握手者，啊，有一个兄弟姊妹因无变来到咱当中啊，对后面啦、啊、吼，咱来给伊拍一个招呼。咱虽然无变看到因，但是咱也是一款的祝福，祝因平安啦、啊、吼。吼、哦，各位啊，这个、官兵疫情已经两年半了，吼、哦，咱的教会生活也受到真大的影响啦、啊。侪侪摆调整这个啊安全措施啊，对阻断到几个啊五十个啦吼，搁到一百个，搁再到后来百五个，到后来呢，这是完全放开啦吼，完全放开，目前已经是无人数的限制啊。对今年开六月开始，咱礼拜堂鼓励所有的兄弟姊妹。有变来的，拢转来这个实体来崇拜。咱也停止迄个公开的直播，咱恢复每一个月日头的一摆圣餐、小组活动，甲各种实体的聚会，也慢慢当在恢复，慢慢在恢复。咱转来实体崇拜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咱。恢复迄个团契活动好无好咧？好啊！咱感受到迄个温情啦吼，感受到迄个人诶，咱人是即、這个叫群居啊，着群体。若是无咧，感觉咱毋知几日前看到个报纸啊，一个伊一个囝伊讲，哇！伊无找迄款有实体工作诶。无规日伫厝内，则哇心理会出问题，哎，惊着去找迄个心理医生了。所以咧，咱有时人是着有交陪啦吼，着有交陪。咱这个基督徒这个教会生活是咱真重要的一个一部分。教会生活的重要性，咱常常会忽略。但是上帝伊真正是看重这个教会的生活，撒旦也从来无停止攻击。咱看这个撒旦的工作啊，就比如讲最近这几年，让咱这个感觉啊，是感觉这个大环境让咱将注意力拢是放在这个疫情让咱的限制啊，大环境让咱的限制啊。上帝囡仔，从上帝儿女。无变真自由的，伫咧即个敬拜，伫咧团契，咱有个人呢是将伊当作一款叫做新常态。但是这新常态呢，有带来一个副作用。这个、副作用是啥物呢？就是撒旦会用即个办法来分散咱，会隔离咱。哦，咱常常会举即个例，啥物地啊？啊，安徽人叫做地啦，啊，我拄则问这安全兄，这个像讲的叫做地，啊，你若一辈的地咧，你压袂止咧，把一支咱互伊分散个，真侪着一个压着止了。咱了用经常用这个炭火的这个比如，咱若一盆的炭火袂熄去，把那一块金黄的炭火，你若给夹出来吼。放一撮咧，无偌久伊会熄了。所以呢，咱有时咱着注意，所谓的新常态有一个副作用，咱有可能心理会变成隔离，变成分散，变成孤单，实际上即款是叫做无健康的。咱鼓励兄弟姊妹着转来实体崇拜，对遐有困难的，真正有困难的，或者是伫国外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提供迄个私人的连接，啊，向这个咱的领袖或者是牧者来申请，咱予伊私人的连接，予因有变甲咱一齐来敬拜。但是对于有能力来到实体崇拜，咱一定着鼓励，鼓励因转来实体崇拜。
因为活出实体崇拜，才有变活出疼上帝、疼人这款美好的见证。无咱活出这疼上帝、疼人，毋是干呾讲的，实际上呢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标志，就是着常常伫团契内。这是今日我正道的题目，叫做“上帝团契内”。正道的经文是咱马鲁读的，就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1-47。这段经文记载了初期教会迄、那个教会生活，记载了一个圣灵充满、有听、有团契迄款的教会生活的模式。这模式要求基督徒要常常伫团契内面。咱今日要学习其中的三个功课。头一个是上帝团契内来操练疼上帝、疼人。上帝团契内操练上疼上帝、疼人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-42，咱一齐来开声来读哦。对安尼，领受伊话的人就受了洗。迄一日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示，彼此交接，白饼祈祷。各位，经文甲咱讲，耶路撒冷迄教会突然兴旺起来。迄一日，门徒加添了3000人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会安尼兴旺呢？伫这段经文的直接上文，就是第二章第1-40，记载了初代教会。真正重要迄个代志事件，迄事件是圣灵降临。伫头一个圣灵降临做，圣灵降临的时阵，真侪人听到迄个大响声。圣灵降临有好有啊，各种各样的一个正调啊，真侪人听到声色了就聚集来，这聚集来了，使徒到彼得和圣灵充满，因徛起来，彼得伫遐宣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，众人听了了，感觉真正擦心啊！啊，擦心了，问彼得着怎样做？彼得讲：恁着悔改信耶稣。结果就是有3000人信主。各位，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只有120人。大约啦，120人伫马可楼面顶着祈祷啦哦。都连增加3000人，恁想咧，这个实体这个增长是太紧了，啊，无怎样来组织这个教会生活呢？这是一个真头疼的问题，怎样办？对人是袂话，对上帝万事拢话。经文42节甲咱讲，耶稣的学生拢恒心遵守到使徒的教示，彼此交接，白饼祈祷。《使徒行传》作者伊记载了团契生活的内容，咱来看这个内容。首先是伫团契内面学习，伫团契内面学习。经文讲，因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示。面对3000人的这个新的信徒，圣灵伫耶路撒冷开一间什么学堂呢？开幼儿园学堂 （Kindergarten）。因为每一个拢是新的信徒，每一个拢是属灵的婴仔，啊，即对即属灵的幼稚园内面呢，有几个人呢？有3000个豆豆班哦，豆豆班福建话叫什么讲啊？豆豆班啊，哈啊，豆豆班有3000个豆豆班的迄个学生，咱要注意啊，即独家信主的这个学生。因毋是享受这个神秘的经验，毋是突然变成熟起来，毋是看袂起神学，毋是看袂起理性，因乃是真正虚心的坐伫这个使徒的面头前，接受门徒的教示，认真学习甲操练追求迄真理，并且遵守迄使徒的教示。因现在的话是讲，因认真读圣经。因认真遵守上帝的教示，毋是遵守一日两日，乃是恒心。什么叫恒心呢？就是长时间的坚持。咱想咧，咱有长时间的坚持读圣经来遵守上帝的教示吗？
这是头一个，要伫团体内面学习。第二，就是要伫团体内面三交陪、交接。交接是叫做三交陪啦，吼。三交陪的希腊文或原文是叫做 koinonia， koinonia。伊个有两方面的意思。头一方面是分享共同的物件，咱共同的物件就彼此三分享，包括三位一体的上帝。这上帝是咱的天父，咱也着彼此来三分享。啊，兄弟姊妹一撮来共同分享上帝的听，因为上帝听咱，咱才会彼此三听。另外一方面是表达了咱甲别人的交接，一方面啊。甲上帝交接，一方面是甲人交接，咱着积极来付出咱的疼心，一方面主动的付出疼心，另外一方面也着享受迄个被动的疼心咧。有个人啊，有个人是讲哦，我疼咧，但你若要疼我，收你啊，免啦，我免啦。这个人若是无双方向的交陪呢，一摆两摆咧。人有的说：“哎呦，你规日是，敢那是你真正是熬呢，真正啊！咱也着接受别人的疼，别人的服侍。所以呢，咱着伫这个团体内面三交陪，伫团体内面操练这个疼上帝、疼人，目的是要见证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咱拢是毋是为了家己，咱是为了这个上帝来见证上帝的疼。”第三方面的这个团契生活的内容是一齐敬拜，咱就一齐来敬拜。经文里头提到因恒心白饼祈祷，意思是讲因的三交杯，唔那是这个互相关怀的面顶，因骨卡是表现伫因群体的敬拜生活内面。一齐来领受圣餐，白饼是领受圣餐的意思啦吼，要祈祷各位啊，教会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有的讲是彼此三听啦吼，啊，真侪人讲哇，教会内面是听，彼此三听，这无唔对啦吼，无唔对，彼此三听是上帝给咱最大的命令。但是教会最主要的特点是上帝三角地咧，上帝同在。那是无上帝同在呢，是无叫教会的。因为咱地上有真侪机构、机构，真侪团体，因也讲爱，甚至同性恋组织啊，因也讲爱。所以，咱爱毋是教会最大的特点，是教会最大的特点是迄个宇宙创造宇宙万米的迄个上帝，伊伫咱当中。伊教会是伊个徛起个所在，咱着敬拜，咱一齐向伊祈祷，一齐来领受圣餐，纪念主耶稣为咱所做迄个救赎个大恩。主耶稣讲，留两三个人奉伊个名，伊就伫咱当中。咱安尼侪人奉伊个名聚会，伊伫咱当中，伊甲咱三甲地咧，这是咱最大个特点，教会最大个特点。所以咱着常常伫团契内面。常常操练疼上帝、疼人，特别是马路来礼拜堂的新朋友，特别是马路来新，或者是马路来礼拜堂的新朋友，或者是迄个熟龄的姨啊，马路信主无偌久的，咱着特别的迄谦卑、温柔的心去陪伴、去引带。比如讲，咱着陪怎样翻圣经，怎样吟诗啊。怎样祈祷啊？怎样参加小组啊？怎样参加勉励会啊？怎样参加妇女会啊？等等，各位啊，咱参加这个教会生活，毋是生来就会的，咱需要有人的陪伴，有人的引带，因才有变适应这个教会生活。咱当中有真侪兄弟姊妹也真好。因若看到有新朋友来，或者是马路新住无偌久的，伊家己感觉孤单，因会去陪伴，啊，会去关心，这是好的，咱着继续鼓励。哦，我来讲一个姨啊，开始要进入这个教会，啊，有一个见证哦。最近咱当中一个姊妹，
伊做阿嬷了啦，伊做阿嬷真正欢喜哦。啊，伊个查某孙已经18个月了。啊，这十八，伊这十八个月又带孙，然后规日甲伊做阵啊，教示伊生活，教示伊这福音的啊知识，教示伊怎样做人。啊，这伊这阿嬷甲这查某孙呢，一做做这款的手工，恁看咧，伊发互我，伊真正欢喜。伊十八个月咧，伊去做这款的手工。哇！伊会真欢喜啊！用这个英文礼物来组成教会，各位啊，这婆婆啊，带这孙啊，唔单单是这个知识的传播咧，啊！这婆婆甲孙之间有三交陪无？有啦哦，有三交陪，有无做人的道理迄款迄个传承咧？有啦哦。啊，因是迄款老师啊，敢若师傅甲啊徒弟迄个关系呢？师傅甲徒弟是食啊、穿啊，或者是做代志啊，拢做一个。较早迄个传承就是种叫师傅甲徒弟迄款关系。啊，毋简单是安尼咧，即婆婆啊，伊也开始想，哎呀，即个囡仔开始咧长大，伊家一个教无教咧。啊！伊开始问我，伊说：“牧师啊，咱个豆豆班个情况是怎样啊？啊，我要给你带来这个豆豆班啊！啊，开始要进入教会了，啊，拢是着人来带，拢是着老师来教示、来引导。所以呢，俗语讲，一个囡仔个成长是着靠全村人个努力，毋是单单靠一个人有变给带伊成长个。”咱的教会就是一个学习的群体，彼此相听的群体。咱是以基督的心最深的群体，咱一聚来，咱将这个教会当作咱心灵的家，一聚来建造伊，一聚来和这个建造这个社体，和伊成做一个院啊，或者是属灵院啊，成长的真好的环境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就常常伫这个团契内面，常常来操练，疼上帝，疼人，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，咱的生命才会改变。这是今日我要分享的第二点。咱头一点伫团契内面来操练，疼上帝，疼人，咱经常来操练了，咱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。上伫团契内，生命就会得改变。什么改变呢？咱来看，咱这经文一齐来读一下，这会入咱的心啦吼。使徒行传第二章43-46节，咱一齐来开声来读。众人拢惧怕，使徒阁行了真侪奇事神迹，信的人拢伫一领凡物供应，并且卖了产产家业，照达人所需用的分给达人。各位，恒心是长时间坚持了哦。恒心参加团契了，常常操练疼上帝、疼人，咱的生命就会慢慢改变，变成受上帝欢喜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主毋是发爽的，咱信主毋是单单挂一个名，咱就甲基督就同死，搁同活。咱就老我就死，新人就活起来，哦，咱就离开歹就行好，常常伫团契内面来操练各种的蒙恩道经。这三点啊，是咱为你公会三个总纲，叫做离开歹行好，常常操练这个蒙恩道经。啊，咱的生命就一定会得到改变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有见证。什么改变呢？经文甲咱讲，常常团契的基督徒有三方面的改变，有三方面的改变。头一个是众人拢惧怕上帝，或者讲是众人拢敬畏上帝。啊，毋是干呐惧怕，啊，就有一个敬虔的心，是淡薄惊啦吼。咱淡薄惊上帝是敬畏上帝，因为因伫这个圣灵降临罪。搁伫这个教会内面，伊真正是真实的，搁真深刻的迄个体会，经历了上帝。
因看到真多神迹奇事咧发生。伫这经历内面，伊深深感受到上帝嘅真实，上帝带领。请兄弟姊妹，你敬畏上帝吗？敬畏上帝是智慧嘅开端，敬畏上帝是生命转变嘅前提。咱就知影，当咱奉主嘅名聚会嘅时阵，主耶稣已经伫咱当中，已经来到这个礼拜堂。上帝讲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咱愿意谦卑降服伫上帝面头前嘛。咱当然也知影，咱家己有软弱，咱也会犯罪，也知影上帝是公义甲圣洁的，所以咱着敬畏上帝。有时咱伫不知不觉当中着得罪上帝，但是上帝伊有迄款怜悯慈爱的心。所以咱就经常地就操练提升家己，咱叫做离开歹。咱为你公会法规内面有列出十三条迄个歹代志，咱就尽力去避免。过后恁若是有兴趣去翻咱的法规内面有写十三条的歹代志，咱就尽量避免。咱尽量避免，咱若做着好的有变避免的，咱感谢上帝。有时伫不知不觉当中，无细腻去犯着，比如讲，伊讲内面讲咱唔爱去咒骂人，咱无细腻去哎呦去骂着，咱求主来怜悯，咱以后求主来帮助咱有变做较好。所以只要咱有愿意改变的心，上帝伊无轻看，伊会加添咱气力来改变。当然，上帝予咱教养的恩典甲信心，咱啊。每一个人拢有些愿意改变的心，每一个人拢是行这个圣洁的道路。上帝这个神迹奇事，拢是会搁再一摆搁一摆的发生。所以你看经文，伫经文四十三节内面，众人拢敬畏上帝了，所以呢，使徒搁行了真侪奇事神迹。一个群体若是愈侪人来敬畏上帝。上帝工作伫咱内面，伫咱内面就会愈来愈发生，愈来愈荣耀上帝的名。所以头一个就敬畏上帝。第二个改变是有全新的这个人际关系。四十四节讲，新的人拢徛做一个繁密公用，这是做未到的。咱每一摆读到这所在，每一个人拢是想无可能的啊！咱安怎会安尼啊？每一个人拢什么新的人拢徛做一个，你想咧？我马路来，我经常爱举这个例啊。我马路来，伫落哎呀礼拜堂的时阵，我是问蔡牧师，我会使甲你做阵遮做阵徛无？因为你是我的师傅嘛，我是你的学生嘛。伊讲无啦，因为只要是人哦，确实是。真艰苦是徛做一个啦，除非咱是亲人，真正是亲的人啦吼。但是，这个早期的教会按怎因的做教呢？按怎因的做教呢？所以这是全新的群体，已经是新的，因完全已经是和上帝改变了，完全改变了。这个、群体是无分种族、地位、钱财、权力，因拢徛做一个新的群体，因为伊信耶稣，这个群体是一个变成有疼心、有包容心的群体。所以咱知影，咱拢知影，咱家己做袂到，真艰苦做到。咱的老五是叫自私自利的，咱的老五是自以为是的。咱的老五若是无私呢，要徛做一个一定的冲突的，就会纷争。所以只有当咱的老五。老的我啦，老的我，老我啊，老我，唔知这个福建话准啊无准啊吼？迄、這个老我，这個、老我啊，这個、老我着死，咱着以这个基督的心做心，咱着换一个新的心，然后搁穿上新人，这是依佛所书啊，甲咱所描绘，咱着有一个新的心，搁穿上新的人，食做新做的人，才有可能伫徛做一个繁美光荣。咱唔知有注意到迄个罗面啊、米团啊，咱要做面啊，或者是做面包啊，咱拢是一堆面粉。
你若干呾倒一下水落，伊袂还袂成面团呢。咱着一直去搜啊揉啊，啊一直着搜揉搜揉，最后才成一个面团。这面团啊，才有粘性，啊，才有弹性啊。你着有粘性，佮有弹性，这才是正做一个面团。咱这群体也是安尼个。这群体咱一定着有团体，着有这个团体三交陪。啊，一定要交陪，一定要交陪，互相交陪了，咱最后才会真做有疼心，有迄个凝聚力啊，啊团结的迄个力量。好、哦，这个比如应该大家人已经是听有了哈、啊。第三个改变就是要再看清财迷，看重上帝，看重上帝，看清财迷，各位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安尼讲：一个人无变服侍两个主，唔是恶迄个，这个疼迄个，就是重这个轻迄个。啊，伊讲恁无可能阁侍奉上帝，阁侍奉钱财。对世人来讲，钱财是对世间人来讲啊，甚至咱当中也真侪人也是安尼啊，将这个钱财看到是真正重要。看做敢若上帝一款，咱若是无将这偶像给放较落淡薄，将上帝放伫钱财的面顶呢，咱真艰苦改变咱的性命。咱若有个若是将钱财放伫这个上帝面前，规日甲伊做阵，伊若讲怎样趁钱啊，怎样趁偌济钱啊，即款。实际上是无够敬虔啦吼，甚至会将一个人一家人叛倒啦吼，所以咱啊互相见证的时阵，一定着将上帝放伫面顶啊。上帝讲将伊的国、将伊的义先追求，你若所需要的，伊会加添予咱。吼，当然我毋是讲钱财无用啦，毋是即款，咱着按照迄个顺序。啊！迄顺序，你着将上帝放伫钱财的面顶。哦，当然当时迄个群体，并毋是每一个人拢卖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只有一家人，伊是真正是自愿的。哦，伊有迄个感动。所以呢，常常伫团体内面的基督徒，因的性命改变啦。经文45则讲，因卖了田产家业，照达人所需用的，分予达个人。初期教会是真正一家人哦，一部分的人啦，一部分的人因是真正予上帝得着的人，是对基督信仰真正认真的人。因知影啥物是最重要的，因常常伫团契内面操练疼上帝、疼人，因的性命就改变，用疼上帝的心来代替疼世界的心，所以是性命改变。所以咱若想者。咱信主了，咱的性命有改变吗？咱有常常伫团契内面吗？伫彼此三交陪当中，咱有将家个性命向别人拍开无？有诶是讲有下我来关心你，但是我的性命、我的生活甲你无关系，啊，即款是也是无够的。啊，咱有通交谈的这个对象嘛？咱伫礼拜堂有迄款好朋友啊，通交心的。有一款人无，吼、哦，咱经常问者，咱毋是干呾谈啥物天气啦，谈趁钱啦，啊，咱着谈上帝伫咱生命当中个作为。咱有一款个通交心个兄弟姊妹无？咱有一款个团契小组个成员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咱经常咱着来想者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。不但着生活内面三交陪，咱也着伫这个信心顶、这个祈祷顶互相有交陪、同心祈祷。所以呢，咱一定有这款的兄弟姊妹。若是无呢，咱真艰苦，体会到上帝三合一嘞，咱的性命也真艰苦改变。所以咱就要疼上帝、疼人，一定着人彼此三疼、三交陪，着伫团契内面。各位，咱的性命，咱就改变。咱的性命若是有改变，咱的性命就会吸引人的目睭。啊，咱的性命就是有光的性命，啊，有盐的性命。主耶稣讲，咱是世上的光，
是世上的盐。光若来了，迄、那个黑暗就退去了。啊，盐若来了，咱有诶生活无滋味，有诶感觉说，哎呦，活着真正无意思。但是你一个盐一来咧，伊诶生命变着有意思了。有诶讲，哎呦，我迄落单死了无虾米意思。啊，你来了，伊就变着有意思了。咱来一齐敬拜上帝，哦，咱来阿罗上帝，每一日拢是真正有信心。所以呢，有光有盐诶生命，对这个世界就带来改变。啊，不但带来改变，这传福音就变成真容易的代志。因为咱是生命去影响生命，这是今日我要分享的第三点。第三点就是常常伫团契内得到上帝甲人的喜爱。咱若常伫这个团契内，唔啦上帝喜爱，人也是喜爱；唔啦是咱基督徒喜爱，或无信主的人也喜爱。咱来看这个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6-47，咱一齐过来开声来读。因日日同心合意，行切伫殿内，搁伫家中白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阿罗上帝得证明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奉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生命的改变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你生活方式若改变，搁再促进生命的改变，即是一款叫做好的循环啦，叫做良性循环，好的循环。咱若是，比如圣经内面说，哦，滴伫迄个土内哈拍滚，你若甲伊洗清气，伊搁再走迄、那个，搁无偌久，搁再走迄个土内面去过。遐是无好的生活方式。咱若分别罪性，咱将每一个人分别罪性，将家己分别罪性。我无用即款的好的生活方式，我无离开歹，我无行好，我无遵守上帝予咱的迄个蒙恩道经。你若按照这方式去生活，咱的生命开始改变。改变了，咱更加愿意来遵守这个生活方式。啊，你若继续落去，叫做恒心嘛，恒心叫做。就是长时间坚持，咱若长时间坚持，咱的生命搁再改变，啊，这个是叫做好的循环，良性循环，啊，有这款良性循环了，咱的老我虽然真正顽固，但是主予咱气力，咱会慢慢改变，咱的坏习惯也会慢慢改变，咱的生命就会得到换新，生活方式也会得到换新，什么换新呢？首先是经文46-46所讲的，什么？这个是因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啦。什么生活方式呢？因日日同心合意敬拜主、阿罗主，日日同心合意敬拜主、阿罗主，日日敬拜。有的人问有影无？有做得到吗？日日敬拜，咱若想到敬拜，可能是简单想这个礼拜日的敬拜。啊，咱礼拜日敬拜了，行出去 ，OK， 我甲信仰无关系了，啊，是安尼吗？唔是的，咱真正敬拜，真正敬拜的人是礼拜一到礼拜六，礼拜日每一日拢是敬拜。啊，咱这日日敬拜，咱若有聚会呢？有聚会。就是当然是敬拜啦吼，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，伊伫咱当中当然是敬拜啦吼。有聚会，咱就是着认真来参加。但是无聚会呢，咱无种敬拜咧，咱会使家己敬拜啊，咱会使灵修啊，甲上帝来交杯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真正活出信仰的人是伫厝内，是伫社会，是伫咱工作的所在。无论咱伫倒一位，无论啥物时间，咱着想一个迄、那个红毛啊，英文叫做 WJWD 以前有时一段时间真流行啊，毋知恁会记个是啥物意思无？啊，就是 What Jesus would do， 耶稣会按怎样做？咱无管啥物时阵，咱拄着啥物代志，
咱方是问咧，这款情况耶稣会怎样做咧？啊？比如讲，咱若拄到人的欺负，咱想到耶稣，咱就忍耐、吞忍啦吼。咱若吞忍啦，这是叫做灵修啦吼。咱若拄到乱乱塞车的人，咱想要慌的时阵啊，咱想这耶稣，啊，迄时就会吞忍啦。啊，吞忍的时阵叫什么？叫做灵修啦吼。咱若是工作无顺利，想要发脾气，想要将电话给砍落的时阵呢？咱想咧，想耶稣啦吼。那想耶稣，咱就会吞忍。吞忍的时阵叫什么？叫做灵修啦。咱若受人误解的时阵，甚至辱骂的时阵，咱想到耶稣，咱来吞忍。吞忍的时阵叫什么？叫做灵修。所以各位啊，信仰是每一日的。咱当人哩真有意思咧。当人哩讲礼拜日。礼拜一、礼拜二，这礼拜什么意思？礼拜是叫敬拜啊。有一块歌叫做什么？真正好啊，是怎样唱的？来，咱一齐来唱啊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，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，真正好。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，规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兄弟姊妹，信耶稣真好，日日同心敬拜真好，因为这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咱伫基督内，咱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当咱每一日日日敬拜俄罗斯。咱就得到平安。伫倒一位敬拜咧？咱除了每一日敬拜，伫倒位敬拜咧？啊，经文四十六节讲，伫圣殿，伫家内，伫圣殿敬拜，咱真正是好理解啦吼。但是伫厝内要怎样敬拜咧？就是着小组团契。咱想者，初期教会有三千个，突然增加三千个，三千个人要怎样伫厝内敬拜咧？无可能啦，无可能的。有一个人的厝内有变啊，堆三千人，有变邀请三千人是无可能的。除非个总统府啦吼，啊，除了总统府以外，咱一般是厝内一般是三个、五个、十几个啦吼。所以这款是叫做小组啦。所以教会生活，咱不但需要这个集体共同的敬拜，咱也着需要小组的牧养关怀。咱基督徒唔是孤单的，教会应该是一个叫做联系教会。每一个人拢着属于至少一个团体，咱着常常伫这个团体内面，咱着至少有一个联系人，知影说我有代志了，谁是甲我做阵的，谁有变甲我做指导的啊？所以咱最近已经将福建音的这个啊资料已经电脑化啊，咱的会友有五百几个。啊，加上唔是会友的，咱福建总共六百几个啊，属于福建音的。但是小组团体总共只有两百外个，要大概400个无伫这个小组团体内面。啊，因那是无伫小组团体内面，真就无变得到这牧养关怀。啊，那是靠牧师传道，安尼两个人啊吼，有时也真艰苦啦吼，无变照顾安尼做，啊，所以是无够的。咱下来要来好好来探讨，要怎样加强联系，怎样加强这个小组团体。我啊，愿望咱每一个人拢是来诚心的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咱，让咱一个好的方法，有变彼此来这个相关心。咱也会使经常拍一个电话哦，一个哈，我敢那较临班呢，拍一个电话啊，问最近好嘛？啊，有来礼拜堂无？哦，啊，有啥物祈祷的无？咱也经常啊拍一个电话，或者发一个信息，有一款的这个关心，啊，慢慢的，就这个团体就形成，有可能也会出现新的小组。啊，咱，所以呢。主耶稣讲，咱若是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伊就知影咱是基督的门徒；咱若是有
活出这个疼上帝、疼人的见证，就知影上帝真的伫咱当中。传福音就是真艰难的代志啦。啊，经文第47节所得证明的欢喜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奉恩。各位，初期教会啊非常兴旺，因常常伫团契内面得到上帝甲众人的欢喜，唔那是得到基督徒的欢喜，因也得到这个非信徒也唔是信主的人的欢喜。有个人问啊，因到底做甚物代志才会得到欢喜呢？我问你啦，对这个经文内面，恁看到因经常做的一个代志是甚物呢？经常做的一个代志是食饭。在这个7节经文啊，短短的7节经文内面，有3摆讲到3摆的食饭，分别是这个42节迄个有一个白饼啊，46节有一个白饼，搁一个硬饭。啊，两个白饼是意什么意思咧？白饼当然是指圣餐啦吼，但是圣餐啊，当时用的圣餐是食会饱的。唔是亲像咱即久已经是干化成哈碎碎一堆啊，啊，迄无加饼，迄是食袂饱的。但是当时呢，拢是因是迄个大刀饼，你看迄个中东啊，迄个烙饼啊，啊，迄个小饼，个真大刀的，用迄白饼来食，每会使食饱的。啊，迄最后的圣餐呢，主要所用的饼是会食饱得到饼，得到饱的饼啦，吼、啊。所以，迄前面两个白饼是指信徒之间啊，三甲做阵食饭啊，奉耶稣的名做三甲做阵食饭。后面迄个应饭呢，食饭也会使指信徒之间，也会使指信徒甲非信徒之间。所以，这食饭是真正重要，是对咱礼拜堂啊，也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莫怪咱的妇女会啊、勉励会啊、小组团契要施班哦啊，经常来受助实体聚会，经常就有食饭啊。咱就会记啊，加一个礼拜八个10号有迄个勉励会哦啊，8月13号妇女会拢是有食饭啊。咱不但要来食这饭，也要带新朋友来食这饭哦啊。最好是带新朋友来了吼、哦，因为对咱。食饭真重要，对咱唐人来讲啊，食饭也是真重要。不但对犹太人重要，对咱也是真重要。有人讲啊，无什么代志是食饭无变解决的，无什么代志是食饭无变解决的。伊讲那是有咧，啊，咱加食一摆啊。伊讲无什么代志是食饭解决未了的，那是有咧，咱加食一摆，伊就解决了啊。所以呢，咱就经常甲人食饭，经常甲人交杯。食饭是即甲人交杯真重要的方法。当然，咱袂使停留伫即个食啉啦吼。咱也着敏感，逐个人的需要，咱着将因带来教会。因为人的帮助有时是真正有限的，咱着将伊带到礼拜堂来，互上帝来互伊帮助。可以不但要敬畏上帝，也来体验教会这个生活团契，这个团契的生活，这是受上帝祝福的一个生活方式。因为人拢需要福音啊，人的帮助真正有限，但是上帝的帮助是无限的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7月31号是旧会教会年的最后一日，唔知恁知唔知？啊，咱每一年的教会年是每一年的8月开始到第二年的7月，哦，所以对面的开始是2022到2023的新的教会年的开始。咱这两年的这个啊教会主题是追求圣洁啊。旧教会年有两个蒙恩途径，就是咱旧年到今年啊，有两个蒙恩途径，要记得吗？咱复习一下啊、哦，就是对研读圣经，就是基督徒团契。啊，刷落来这年，咱是重点无处理什么蒙恩途径呢？基督啦吼、哦，基督，搁一个基督徒团契，咱基督徒团契做无够，咱就加操练，哦。昨日是教会迄个祈祷日啦，唔知恁有为咱礼拜堂来祈祷嘛？咱真正盼望
毋茫亲像迄个初期的教会，互上帝、互人来得到欢喜。啊，咱知影，咱礼拜堂，特别是咱福建音嘛，这个基督徒团契，这个团契，咱需要侪侪努力。啊，伫新的教会年内面，咱共同来祈求上帝，啊，帮助咱每一个人拢有变常常伫团契内面，真实地活出疼上帝、疼世间人的美好的见证。咱也求主啦，求主日日将得救的人加添伫咱当中，求主帮助，咱一齐同心祈祷，同心仰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枝，阮拢属于你。但是阮的性命孤单，阮的内心无够好热。主要阮知影，阮着常常伫团契内。阮知影，阮的性命需要改变。阮也知影，着认真来传福音。主要求你来帮助阮，谦卑降服伫你的面头前，来遵守你的教示。温柔谦卑的去服侍教会，服侍世间人。愿阮甲阮的教会得到你甲众民的喜爱。愿阮成做你合用的器皿，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于主。阮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心静所愿。